친이 휴아르바이 보다 저도 뭔가를 같이 모르더라 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曾经打工的地方之一，叫贡嘎尔河度假村。对，这在这个地方我才下定决心必须要重返校园。就是有一次让我感想特别深的，就是我早上起来来这儿，这个旁边有一个卫生间来着，然后他那个马桶堵掉了，然后我就在那儿收拾，结果一摁那个水，他那个水压突然爆掉了，那个屎尿全都喷在我身上了。哦，我那一瞬间就崩溃了，然后就拿那个铁锹开始砸那个卫生间，发泄完了之后就坐在地下就想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要吃这样的苦呢？后来细细一想，就是为了唱歌，因为你太热爱唱歌了。然后我就安静下来了，当时我在想一个事儿，就是你连屎你都吃了，以后你啥苦你怕呢？正好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特别好的一个我的好兄弟叫龚海亮来这边看我们，特别的跟我语气沉重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弟你不能再这样了，你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每年的夏天就来这种旅游点，这种度假村打工，是可以能挣到钱，可以解决你的温饱，但是你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他这些话就一下子唤醒我内心最渴望的那种的，后来我就决定了，在这儿攒够钱，攒够我的学费，然后回到高中，重新考学，我要上大学。我在这个大学里边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，这期间老师给我的关爱和鼓励让我在唱歌上有了很大的自信心，也正是因为这四年的专业学习为我将来登上舞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我愿与你诉
下采青，去编织美丽的憧憬。毕业几年之后，我参加了安徽卫视一档叫《耳畔中国》的节目。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大的转折点。我在这个节目里边取得了还比较不错的成绩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我没想到在这个节目里边遇到了我的贵人，我的恩师。然后因为老师四年的推荐，我又参加《星光大道》。然后特别的幸运，得到了一个全国的年度总决赛的一个冠军。然后从此我的人生就开挂了，就飞跃了我的人生。对，然后就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节目，开始录制。之前我想都没想到的，我一些的节目就开始找我，让我去参加大晚会。然后2017年拿了星光大道总冠军之后，2018年的春晚，然后我就这样参加了。哇，那时候的心情就做梦都没想到你都能上春晚。然后次年更是遇到了我亲爱的于毅哥哥。本来这个节目是帮于毅哥哥去助演，结果呢在于毅哥哥的大力推荐还有强烈要求下，扎西平素哥哥我们三个组成了一个组合，又参加了2019年的一个春晚。哇塞，就是完全没想到能连续两年连着上春晚，那对我来说那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现在一想想就像做梦一样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做寂静，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。哦，给我采取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我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指引我靠近你。我经历了这么多，看过了很多，也学到了很多，收获了恩师，收获了好朋友。但是当下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是特别煎熬，特别难过的一个状态。因为我发现我离那个自己曾经特别努力的一个男孩，为了一首歌可以成晚上不睡觉熬大夜，为了登上舞台，为了唱歌怎么着都行，那个吃苦的我发现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觉得我身上啊应该是有那种义务，所以我觉得我要当一个天使，声音的天使，歌唱的天使，不要为自己现在眼前的一些难过让自己陷入一个小难过里边。我觉得这都没啥，我还是要找回曾经那个阳光，为了唱歌一切一切都无所谓的一个，只要能让我唱歌干什么都行。我还是要做那个27愣。天边有一对双星，啊，是我梦中的眼睛。山中有那是你昨夜的柔情，我要登上，登上。
是你莫大的胸襟。不管怎么样，因为对唱歌的热爱，这一路走来让我度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将来我也会用这种热爱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。